这首拍手歌曾因为电影《看见台湾》打响知名度，如今却用来追思《看见台湾》的推手齐柏林。在台湾，没有人比柏林更认识台湾。柏林依绕着台湾这片国土，飞绕了数千的小时，用生命观望着每一片国土的美丽与伤痕。他为了拯救他心爱的台湾，他走了，他牺牲了自己。 齐柏林导演往生一个月后，电影和唱片公司进行策划将近一个半小时的纪念音乐会，回顾齐导演每一次飞行的点滴，以及他留给大家的礼物。合作多年的电影公司还结合影像对唱，让人看见齐导演私底下俏皮逗趣的一面。 是一个创造梦想的人，我只是一个协助他完成梦想的人。可是他突然离开了，这个带领我们实现梦想的人不见了，非常非常非常怀念。 我们在办公室跟同事们相处的点点滴滴。齐柏林的家人特别上台感谢各界这阵子的关心。齐柏林的儿子更勇于和大家分享这一位令他骄傲的父亲。最后的纪念音乐会，就算是他在这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惊叹号，告诉我们：哎，告一段落，但没有结束。我希望大家能够与我们，与他。 一起继承他的理想，与家与国不变的付出，这是齐柏林为人处事的态度。但他理想不随着生命消逝，而是唤醒台湾人的意识，来延续他的梦想。大爱新闻吕思萱、张略佳台北报道。一起来关心。